五级阿曼警察总部商业罪案调查局主任许书琼高级助理总监近日在一次防诈骗意识讲座中指出，近年来网络及商业诈骗案件频发，有逐年增长趋势，涉及电子网络欺诈、工作欺诈、网络投资、商业电子邮件、爱情骗局、网络钓鱼、电话诈骗等问题。国家诈骗应对中心已联合警方、国家银行等机构专家为受害者提供协助，一旦发现受骗，应在24小时内拨打997报案，并提供相关资料，包括事发经过、账户信息、转账时间及金额等。中心将立即采取措施，包括资金追踪和冻结，才尽可能追回被骗金额。另外，调查局主任还强调，部分骗子可能会冒充警方要求民众线上报案等诈骗手段，但警方未提供任何线上报案方式，所有报案都需亲临警局办理。他敦促民众遇到可疑情况保持冷静，尽量避免接听陌生电话，并在发现异常情况时立即报警。